在黄土高原上，大部分的沙粒都是来自蒙古高原的，但是沙土之间因为有很多很小的窿，所以令到水分大量的流失，再加上干旱的天气，靠农耕生活的窑洞村民生活可谓非常之艰苦。朝头早五点半钟，人畜都开始他们一日辛劳的工作。每朝早起身嗰阵时咧，俾啲鸡啼嘈醒，因为如果你屋企都系俾闹钟嘈醒啫，咁为咗抢，咁你可以揿熄佢。但系鸡系唔得噶嘛，你因为你就算叫呢只，你叫得佢听话，喂唔好嘈啊，佢真系听你话。隔篱屋嗰只鸡都唔会听你话，就算隔篱屋听你话，山上嗰个几只都唔听你话，咁就变咗即一定要醒咯。咁嗰种感觉好 original 嘅。好得意嘅。喺黄土高原嘅第一个清晨，朝头早六点钟，我就正式开始体验呢度村民打小麦嘅工作。小麦系呢一度主要嘅食粮，村民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将收割咗翻嚟嘅小麦集中埋一齐。等天气好嘅时候咧，就一次过攞晒出嚟打麻。他们现在就将小麦散满在一地，有那么散整到它那么散，然后呢就用只炉仔拖着一个石碌去压小麦了。我叫它放开的，叫它放开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通常都会用拖拉机来压小麦的，但是由于南岭村的村民比较穷困，所以他们依然用炉仔压麦的方法，将小麦和麦杠压开。大隻炉仔一边行一边食，对已经收成不多的农民来讲，可以说是百上加斤。咁经过咗头先压嗰个程序之后咧，咁而家通地都系麦噶啦。咁而家将啲麦同草分开咗，啲草咧就摆埋一边，就俾人哋。是用来当点火的用，或者是给一些牲口当粮食的。现在的麦摊在这里怎么算呢？就最主要是用来晒的。如果好像今天这么好天，大概下午五点钟左右就应该可以干晒。但如果不好天的话，就要晒多两三天了。这里总共有成1800担的小麦，虽然今天的阳光很好，但要将这么多的小麦一次过晒干，我就要不停地将小麦反复地摊平。而打麦同晒麦一定要等好好天先可以做嘅，因为如果万一做下落雨咧，啲小麦就全部唔要得噶啦。我细个嗰时成日食剩饭嘅，咁食剩饭咧，屋企人成日闹我，就话喂你咁样食得唔干净啊，啲农夫好辛苦噶，你又会储个豆皮婆啊，诸如此类好多嘅。嗰阵时我觉得冇乜所谓。咁经过咗今日，我由朝头早做到而家啦，做咗八至到九个钟头啦，已经。做咗成日咧，就系为咗呢啲麦。我而家真系知道咩叫粒粒皆辛苦咯。未经历过，体会唔会咁深刻。人生本来就系一个悠长嘅学习旅程，得到几多，就只系睇你有冇认真活过。如果形容呢个地方嘅人咧，我会形容四个字：愚公移山。当呢度啲村民或者呢度嘅居民咧，见到呢个地方稍微有 potential 可以做一个平地，做一个田嗰阵时咧，佢哋就会铲移咗佢去做呢件事嗰阵时咧，都系以人手为主嘅，都冇乜话机器辅助，所以令到我谂起愚公移山咯。窑洞系前人点滴累积嘅智慧所开拓出嚟嘅家园，喺南岭村，大部分嘅窑洞都系属于最古老同原始嘅靠崖窑。但对于很多年轻的村民来说，窑洞是代表着贫穷和落后的象征，所以村民一有钱就会搬来窑洞了。而我就遇见一位姓卢的村民，他在六年前花了10000元起了一间砖屋，离开了他住了20年的窑洞。那为什么现在不住呢？现在因为这个农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改善了。搬在原来以后方便，所以我不住他了，是不住他了，不住他了。
以前每逢村里面有人结婚或者生仔，就会打个新的窑洞出来。窑洞的好处，这里每个村民都很清楚。除了坚固之外，它的好处，一个是这个冬暖和，冬天暖和，夏天凉快，这是土窑的最大的特点。第二点呢，它里面容纳的东西多。对对，我看得很深。一般的窑来说，可以顶两间房子。它里面有30多个平方米。其实窑洞一般都可以住200年的。而据讲，由于窑洞里面的地气滋养，所以住在这里的人呢会少些病痛，还会特别长寿。而靠崖窑，因为是在一个天然的山崖下面所开凿的人工洞穴，所以除了拱形的大门之外，每个靠崖窑都会有一条秘密通道。好急啊！其实呢，在这里解决大小二便周围都可以的，因为这里是很原野的。不过有一个地方是禁地来的，就是这里了。大家估不估到这个窿是什么来的呢？就是那些窑洞的烟通啊。咁咧，因為窑洞就係靠崖起嘅，咁所以咧，佢哋會有一個俾嗰啲煙走嘅位，咁咧就所以喺個崖頂嗰度咧，就會起一個咁樣嘅窿，就方便啲煙去走嘅。最初嚟啊，我仲以為呢啲係廁所啊，好彩冇去錯啫，如果唔係真尷尬。呢啲煙通每個都連住窑洞裏邊嘅灶台，主要係將洞裏邊混濁嘅空氣排出，形成一個空氣嘅自然對流。咁样窑洞就唔会太过翳焗啦。喺越恶劣嘅环境当中，中国人就越显出佢哋嘅智慧。但系贫穷同窑洞依然分割唔开。喺南陵村附近嘅泰木村，我就去咗一家更贫困嘅窑洞。王婆婆的农地已经有2年没有任何收成，现在一家五口都只是靠每5日一次的市集来维持生计。哦，吃完饭还要去干事啊？哦，干事。哦，就干事，他那没有莲花菜，卖点鸡蛋。哦，卖鸡蛋，鸡蛋在哪里？鸡蛋挂上了。挂上了，你带我看看好不好？外头讲。好。卖点鸡蛋，他那好莲花菜。哦。就是天吃了，就是在就是他的时间。鸡蛋。哦。看，叫他捏。好，我帮你拿过去。嗯。帮你拿。哎呀，哇，好重哦。哇。这个鸡蛋，这个吗？哦，这个捏着他去卖了吧。全部拿出来啊。啊。全部。那可不，全部卖，拿出来去一卖。哦，拿去卖的。成啱嘅鸡蛋，王婆婆已经储咗成2个礼拜唔舍得食，只系希望等喺市集度一次过卖到一个好价钱。王婆婆仲话俾我知，佢一共养咗9只母鸡，每日大概夹埋生到5只鸡蛋。而因为呢度已经有几年大旱失收，王婆婆一家五口靠嚟糊口嘅，就只系剩翻呢一啲鸡蛋。哦，没多少。哦，至少卖是4块1块钱。哦。哦，4块1块钱哦，4块1块钱。而除了啲鸡蛋之外，呢包小麦就是王婆婆全家仅余的粮食。而放置呢一包小麦的小窑洞咧，就叫做尾巴窑，因为尾巴窑会凝聚咗啲冷空气，所以放喺度嘅食物一般都可以放几个月唔变坏嘅。即系今次我就会同王婆婆去市集度睇下佢卖鸡蛋嘅情况。而当我一见到王婆婆嗰只牛几咁骨瘦嶙峋，我就知道。呢度嘅生活系几咁清苦。听王婆婆讲，去市集嘅路程要行成2个钟头咁耐，要行咁长嘅路，我真系惊喺途中会跌烂王婆婆啲鸡蛋啊！谂住有个牛车帮手，拉得会轻松啲，点知只系行咗几分钟啫，我就已经全身大汗啦。虽然有只牛帮拖，但系都系好辛苦。我自己一個人拖唔到，原始人嘅生活，我喺度真係可以體驗。
哇，睇住佢，哎呀，哎，哇哇，一二三，我都唔記得咗自己講到邊度。帶住一籮雞蛋，一袋小麥，就要行成兩個鐘頭，賣唔賣得出都仲係未知之數。窑洞居民嘅生活就係咁艱苦，咁無奈。行咗兩個鐘頭，終於去到市集，但係我已經行到身水身汗，而黃婆婆仲好似冇乜嘢咁。我想姚村的人已经过惯刻苦的生活。啊，这里人蛮多了，是不是很热闹？哦，我来去吃过那个我街坊了，就是好吃吧。哦，吃过的呗。那现在你就放在黄婆婆先找好个位，再将个牛车摆好，放好啲鸡蛋同埋啲小麦之后咧，佢就叫我不如周围行下睇下，两个钟头之后先至翻嚟揾佢啊。好啊，好，那我先过去啊。这个每五日开一次的市集，每次都会吸引到附近八条村镇的乡民由朝早十一点开始在这里买卖。这里给我感觉就好像一个平民大笪地咁，好热闹。除了来这里买东西之外，这里也是不同村的村民走在一起倾偈啊闲聊的地方。市集卖的东西可以说是包罗万有的，有粮油杂货、衫裤农具和熟食水果。由於我呢幾日淨係食啲小麥面，嚟到呢度我終於可以試下第二啲嘢食啦！哇，好似好味咁喎！這是什麼東西啊？糟餅，糟。糟兒。糟泥。哦，這是糟餅，這是甜的，這是鹹的，這是葱餅，是不是？這個是葱餅。哦，這個是葱餅，要賣多少錢啊？5毛。啊？5毛。5毛一塊啊？5毛。5毛一塊。哇，还有好多嘢食喎！可能头先行得实在太热啦，黐水，所以就谂住买翻支汽水饮下。但系饮咗啖之后，就发觉同香港饮开嗰啲完全唔同嘅，淡茂茂啊！这些是什么东西啊？菜籽儿。菜籽是？菠菜。哦，就是种子是不是？哦，这是什么种子啊？菠菜。弱菜啊，破菜就吃个破菜。破菜啊，哦，破菜菠菜，那这一种呢？韭菜。韭菜，哦，韭菜吃得多了，种子第一次见，黑色的。哎，你好，你好。哎，这个怎么？这个是锄头吗？啊，锄头。是吧？这个卖多少钱一个啊？10块钱一个。十块钱一个，这个自己做的还是批发回来？我们批发过来，是西安批发的。西安的？哦。哦，从西安批发过来。哦。这个利钱好不好？赚钱利，背钱不太好。听佢讲，卖锄头的利钱已经唔多，每卖一个只系赚得8毫子，点知仲遇上呢几年的大旱灾，令到啲农民收成唔好。锄头的需求亦都大大咁减少，所以佢卖锄头的生意就越嚟越难做啦。坐足一日都未必揾到10蚊啊！所以就是我们就经济上边薄利多销。呢度啲西瓜都几多啊吓，仲有散装同埋一件卖，你睇真系好多西瓜嘅，真系可能当做我估。这个一片卖多少钱？一个1毛，1毛钱一个。那一个西瓜有多少片？这个样子可以弄出来啊？8个。啊？8片啊？八片，1毛钱。是吧？这8毫子一个。啊？尝尝啊？好久好味咁喎。嗯，好多肉啊！
好吃啊！哎呀，付零钱，我们要付钱又付钱。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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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行不行不行，做生意那么辛苦。哎呀，对了对了，不要了。哎，不要不要了，不要了。哎，不要。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不得啊，不行。真系唔好意思啊，好热情啊呢度啲村民。好，谢谢啦啊 ，OK， 再见，拜拜，好生意啊，拜拜拜拜。真系唔系好意思，咁行埋问两句又挞咗人哋嘅西瓜嚟食。哇，又熟食市场嚟啊！你多长时间来一次，开一次店？多长时候来一次？哎呀，五天来一次。五天来一次，就是全部都是五天来一次吗？啊，五天一次。就约定了，就是五天就到这里来了。哦，对，约定了。约定了。那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云南来的。云南，远不远？七十多里路了。七十多里路啊？那你是坐车来还是？开三轮。开三轮啊？啊，蹦蹦车。蹦蹦车啊，哆哆哆哆哆那种。哇！是不是给你捞一碗面？哎，给你捞一碗。这个是什么面啊？鸭面。鸭面儿、哦，怎么样啊？你先捞一下。我再自己弄。时间加一下。啊。哦，那给你捞一碗面就行。哎。啊。起起来。你再给一次。哎。再给一次。哦。哦，对了，儿，你给找后的娘看不？哦、oh, ，OK， 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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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拿起来，拿起来，大爷，哦，对，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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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大了。就没了就可以了哦，就可以了。我们一起吃啊！哎，我谂我就咁试一试原味究竟系点先。哇，好热啊！下呢嘛？可以。再给你要点面粉。好辣！好辣！人潮逐渐散去嘅时候。就代表市集亦都就快结束了，而我在这个时候也都回去看一看王婆婆她的鸡蛋和小麦究竟卖成怎样。今天这个卖的怎么样？今天卖的多少钱？但是王婆婆就跟我说，今天她只是买了一打鸡蛋，总共夹了3元的人民币，但是她依然笑容满面，还跟我说唯有等下次的市集再来卖过。再来过再卖啊！哦，你把你去来回行程4个钟头，只系揾得3元，但系对于王婆婆嚟讲，已经系好满足噶啦。喺陕西嘅黄土高原上面，已经连续3年嘅大旱，但系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哋脚头好，一嚟到呢度竟然落起雨上。陕西省的北部南宁村这里已经有3年的大旱了，我们的摄制队来了之后足足两日都是落着大雨的，而这种雨也是叫做雷阵雨，据村民所说应该会落足3天的，应该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落同一个数量的雨，对我们的摄制队来说的而且确造成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都拍不到，但係對於呢度嘅村民嚟講係非常之開心嘅，佢哋因為今年又下雨啦，可以豐收啦。以前對於落雨都冇乜太大感覺，但係當啲村民話俾我知，呢度每一場雨都值成几百万人民幣，再加上佢哋面上嗰種九逢甘露嘅喜悦，我先至明白到雨水對黃土高原生活嘅人係幾咁珍貴。明晚我将会去到一间儿童小学，亲身去感受做一个乡村教师的苦与乐。
找那个眼神，就是能触动你的心的那种眼神。比较复杂，所以我谂我都唔系好适合教书啫。另外，我喺窑洞附近发生咗意外，唔小心跌咗落一个泥沼入边，惊险万分。得啦，上咗好噶，依家要自己慢慢嚟啦，都系要自己啦。